养那么多年了，当时他父母也是面临一个选择题，是卖牛还是卖？对，肯定卖牛了，那肯定是这样子了。全家都给你了吧，把学费都给你了吧，让你上学了吧？姐姐们也都上，也都上学了。对，三姐没有上，是吧？大姐初中毕业，二姐初中毕业，四姐初中没有毕业，五姐初中没有毕业，我初中也没毕业。对，然后小弟也没有毕业。